秀流行歌手大奖，我哋马上请佢哋出嚟，包括有黎明、张学友、黎明出嚟在里边，潘玮柏、谢依霖同埋古巨基。哇，犀利！睇下，听下啲欢呼声，知道佢哋系几咁受欢迎啦。恭喜晒我哋台上嘅特优歌手。咁亦都要请我哋四位嘅主力嘉宾咧，同我哋颁呢个嘅特优歌手奖俾佢哋，系咪？系，有请我哋咁多位嘅，系，有请。哇！呢位系份量十足嘅歌手啊，自然实至名归啦。冇错嘅，恭喜晒，恭喜！恭喜呢十优歌手啊！哎呀，真的要即系向佢哋祝贺吓。系。哇，个小妹妹好靓嘅小妹妹啊！四级嘅天位你估下？唔使讲啦，梗系我哋嘅董夫人嘅，多谢佢哋主礼。多谢晒董太。好，多谢晒。好啦，咁喺呢个时候咧，我哋亦都好多谢我哋四位嘅主礼嘉宾啦，多谢晒四位嘅位二部台下欣赏以下嘅节目。亦都要恭喜我哋嘅十优歌手，请各位准备一下啦，好嘛？多谢晒你哋，多谢，真系开心啊！亦都值得乐坛嘅每一位新人向佢哋学习，梗系啦，做到未来嘅十优歌手咧，咁样样系啊！所以香港电台嘅十大中文金曲一开始就 show show call 你先，点个十优出嚟俾大家睇睇先，好嘛？系啦，系啦，即系我想问下啦，十大金曲做咗二十年。有几多人睇过？几位知唔知啊？真系，我知道，不过讲咗多数俾人闹噶啦。据我粗略估计咧，多数系20万左右。你未闹嗰个系我先。哦，系。系啊，我谂咧加埋收音机旁边嘅朋友点止几廿万咁少啊？我谂有成过千万啦。冇错，再加埋电视机嘅观众，仲有海外啊，仲有电脑网络嗰啲转播咧，就简直系最亿计。哇！咁啊，既然咁多支持者嘅话，不如我哋有请今届嘅十大优秀流行歌手为我哋演绎咧，就系第二十届十大中文金曲嘅主题曲《最好的声音》咧，答谢大家啦，好嘛？好啊！不过讲起呢首歌咧，真系要多谢好多朋友嘅嗱，有雷颂德啦，帮我哋编曲啦，有小美帮我哋填词，更加有哇，小美好多 fans 啊，更加有咧阿 Sam 许冠杰咧帮我哋系作曲噶。冇错，阿 Sam 今晚就唔喺度啊，但佢有几话同大家讲，咁大家听下咧。好啊。谁能拦住家去的送光，愿意空将你恶运，让我真挚后来追是动人。我将感激自由陪我高歌美恶运，令我找到共鸣处悠然地唱，令你欢欣。用我心，用我真，要似细唱每首歌，稳抚你心。用我心，像有痴心的人，为万也在地垫根。热切散播最好歌，稳空气里走腾。愿意空唱你爱，让我真挚对爱最是动人。如今我最感激自由，伴我高歌美国运，令我找到共鸣处，悠然地唱，令我欢欣。用我心，用我真。如是细唱每首歌，稳固你心，做你分，像有痴心的人，为民也在你面跟。如是散播最好歌，稳空气里走近，
份诚意，愿做永远好的当你伴上。现在众生用最真弹唱细唱这首歌，永不会分，又要新，令这纷纷歌弹真。朋友好歌伴你唱，仍然献唱这首歌，允使世界兴奋。允许过我，允许过我，允许过我。作曲是雷仲德，又仲啊，填词是林夕，主唱黎明，只要为我爱一千。有请三位，雷仲德、林夕、黎明，恭喜晒。恭喜啲啊！多谢大家，多谢中意呢首歌嘅朋友，多谢阿 Mark 同埋阿迪。仍愿停下来听你倾诉，能为你好，能让你好，都一一去做。无论情是谁做，仍愿垂下头给你祷告，沉淀了的沉默讯息，让夜幕听到，从未忘记。你需要什么，我早已做过，然后忘记。献出过什么，得到的将有几多，让你用我的感情爱一次，愿意让时间静下等你十年，期望让你听见，等你实践，这一生总有这天，让你用我的心情过一次，定会明了我到日怎么遇你，期望让你看见风雨漫天，分一点给你挂牵，假如你为我终点。让你用我的感情爱一天，愿意让时间静下等你十年，期望让你听见，等你实践，这一生总有这天，让你用我的心情过一天，定会明了我到日怎会怨言，期望让你看见风雨漫天，分一点给你挂念，假如命运没终点。好，你底心就出来啊，全球华人之尊的金曲，我应该讲作曲，作曲雷仲德，作词林夕，歌手黎明，歌曲系边个啊？林晓峰，只要为我爱一天。仍愿停下来听你倾诉，能为你好，能让你好，都一一去做。无论前世谁错，仍愿垂下头给你祷告，沉淀了的，
默讯息，让夜幕听到，从未忘记你需要什么，我早已做过，然后忘记献出过什么，得到的将就几多，让你用我的心情爱一次，愿意让时间静下等你心意，期望让你听见，等你实践，这一生总有这天，让你用我的心情过一次，定会明了我到日怎会与你，期望让你看见风雨漫天。